今年几岁？两岁。几岁？两岁。两岁啊？哦，你有没有上幼儿园？有。大班、中班还是小班？大班、中班和小班。你上这么多班？那你班级有没有男朋友？有。你有几个？我有很多。你有这么多，你爸爸妈妈知不知道？知道。那你准备什么时候结婚？八点时候结婚。八点时候结婚？妈妈听到了吧？八点时候结婚啊？那你今天是来干什么的？你今天是来干嘛的？是来吃喜酒。不吃喜酒？那你今天来吃喜酒，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要送给新郎和新娘？有。好，你要回答正确，叔叔给你红包，好不好？好。哇塞，底气这么足。那我们今天我们要祝新郎和新娘，我说上句，你接下句啊，好不好？好。今天我们要祝新郎和新娘新婚百年，百年好合，永结，生死同心，早生。